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鸭，那欢迎收看今天的英国 Vlog。这周的影片呢，主要是一些碎片拼凑上去的，因为我的 GoPro 在去英国的时候记忆卡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就是影片会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顺畅，是因为我有一些天数的影片它已经不见了，那我现在正在想办法看有没有办法把那些影片找回来。但是反正这周呢，就先上给大家的是大笨钟和白金汉宫的卫兵交接。伊走出来跟我示威哦。反正眼就在旁边。明天我跟妈妈拍个照啊！来，宝宝，我们打开。我们要去坐公车。没坐的，我明天去坐一站呢。今天吗？今天啊。我你搁坐两站。
真的啦，你不相信啦，再坐两站，可以坐到那个，你怎么没说？我有说啊，有啊，我有说啊。我们刚刚要分成两个小时、啊。对，我们刚刚是想说要一边再坐两站，一边在这里下车。实测嘛。他都已经有钱了。那咱们等一个早餐，一个等一个。还一个等这久诶。嘿，那嘛是要一块呢。觉得这边挤。坐一桌也便宜。对啊，但是我们通常做不到那个数字。在哪位？你看，这个方向吧。是那边呢？不是那边呢？是那边呢？是那边。还是我们在分两边？过马路啊！我只知道拍照。我们是绿灯，不要怕灯啊！它好闪哦，一黑一黑保全。快嘞！嗯。我自己看工。要上去那个上面。嗯。我们努力看看，可不可以上去上面？昨天白金汉宫，白金汉宫里面是住谁？现在是住唱那个。所以本来是伊丽莎白二世吗？对啊。真的假的？真的啊。啊，他们一家人都住在这里吗？没有啦，他当女王的时候，他住啊。哦。啊，那他一个人住很无聊哎。他有他的那个。狗狗陪他，我哦，狗狗。这边占用大家一点时间，我在剪片当下重新上网确认了一次，白金汉宫是英国君主的总部，也是他们主要睡觉的地方。我想应该是和台湾总督府一样的概念吧。在这边也谢谢爸爸妈妈丰富的知识，那我们就回到正片吧。哇哦！酷，快出来吧，对着猫吧。啊，我以前很想你啊。姐姐，英国甜心啊。快跟你讲，英国甜心。对啊。我决定，我要吃一个。不要。好，这里就是最佳观赏点。我好想要骑脚踏车。上班时候可以骑脚踏车玩。下面向我们迎面走来的是。Ladies and gents, there are lots of pickpockets in the area today. Please keep bags in front of you if you can.
personal belongings with you all the time. Look after your little people, it's very busy. Like I said, to those people over there, it's up to you what you want to do with your husbands. And if you see anything suspicious, please let us, please officer, know. Look out for each other and stay safe.站这里是对的。影片到这边就是结尾了，谢谢大家看到这边。我个人是觉得白金汉宫的卫兵交接，如果大家想要朝圣的话还是可以去，但是其实说真的，实话说的话，其实 YouTube 就有很多影片可以看了，就是包括人还有位置其实都在我们当时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有很好的观影体验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到 YouTube 去看就好。当然你如果想要就是有现场的气氛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看一次，毕竟我觉得人都应该要朝圣一次嘛，对不对？我们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咯，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我订阅按赞，然后开启小铃铛。我们的英国行影片还没有结束，要持续帮我关注下去哦。那我们影片都到这里了，拜拜。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